多肉晚上可以放卧室吗？多肉植物可以放在卧室里，它和普通的花卉不一样，因为它会在晚上的时候释放出氧气，对人的睡眠有好处。不过在卧室养要注意，应该放置在能够被阳光照射到的位置。植株生长是需要一定光照的，如果卧室的光线不太好，或者是比较阴暗，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生长。很多人晚上会在卧室玩手机，眼睛很容易感觉到疲劳。在卧室里养多肉，绿色的外观会缓解疲劳，能起到一定的养神效果。多肉会在夜晚释放氧气，并吸收掉卧室里面的二氧化碳，对人的睡眠很有帮助。它还能减少空气里一些有害物质，让人睡得更好。